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这棋本挂了吧？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要为您讲解的这盘对局呢，是第三届吴清源杯世界女子围棋赛决赛的第二局。第一局呢是郁之莹，1-0领先于周红宇。今天是三番棋的第二局。我们现在看到是他们对局的场所，这吴清源围棋会馆在福州。这看起来比较冷啊。都穿着羽绒服。这主要敞着门，不能算室内的。是的，可能要注意的。昨天郁之莹下的第一盘呢，应该说是赢得比较比较顺利。对，比较顺利。他中间穿了象眼之后，好像就把黑棋给击溃了。刚才我还顺便看了一下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就杨鼎新和脸笑那盘棋。看着那棋真的是要死了。对。几乎没有什么路了。那今天是周红宇的背水一战啊，我们看他有没有一些很出色的发挥。三番棋的第二局。对对。好，周红宇的周红宇白棋，郁之莹黑棋。是的，第二盘是应该是黑白棋互换一下。下的这个角。小目。像小目。黑棋，白棋也下了个新角目，然后挂角。挂角。尖顶。长。跳，拆边。然后白棋挂了上面。这个都很正常嘛。对，挂的时候黑的脱先守了个角。白棋直接就靠上去了，守大飞角，直接靠。你守完了我就靠。因为靠这个。当然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是非常流行的一个下法。但我的第一感是这个下法把棋走到这儿，这配合真的好吗？你是说白棋？白棋、那就是说这个棋的理解跟以前可能又有点不同了。就这个局部就是要靠是最好的下法。我是觉得他经过昨天第一局之后，他觉得这个棋慢慢下不是一个好的策略，可能周红宇今天就想，因为他的其实擅长他的就是攻击和计算战斗对他的战斗力特别强，所以这个棋子一开始就有接触战，可能对周红宇会有利一些。不要比拼经验跟大局，对，好像慢慢下他好像不如郁之莹那么有经验。对，那肯定。那直接靠，这个定式。他搬，等于说白棋把棋子走到了这条边上。对，这下的。哎呀！先飞两下。对。他有一个道理，就是这个棋飞压完之后呢，白棋再来拐。这样黑棋在这地方会走得比较厚。他这个往这边拆的时候，完全不太对了，就感觉。对，但是白棋飞压完之后呢，他反正他也不管，也把黑棋上方也是限制住。挡住。对，拐。这个挡住啊，正常的棋谱我们是应该会拆边嘛，是吧？但这个时候拆边可能有点效率并不高。对，所以在这地方拐一拐，其实白棋没有围到什么东西，这些头也是扁的，所以干脆挡住。挡住有两个用意，一个就是。这地方走到最大化，逼迫黑棋进来。对，逼你进来的话，我这个头的作用可能才能发挥出来，把这个做大。你不进来，这个围的还很大的，逼黑棋进来，然后挡住。其实从价值来说也是不小的。以后这地方白棋有一个点，点这个原来是这样的。有这地方点完之后，它有一个点完爬。这还要爬出来啊，原来啊，我。他有一个点完爬，因为你不能搬嘛，搬我就有个断。对对对，就点完爬你只能挡，就是说如果这一带白棋有子，他有这个官子前，就是这个点，他从目数上来说有一些后续手段。
所以他这个挡下去的官子很大，官子是比想象中的要大。对，不是说大家会看挡一，本来以为是一路搬，对，以为是后手，这又没起，以后搬一下啥，其实他这点完爬，有点骚扰，还是有点便宜的。这后续手段，尤其是拐这个，对，白棋跳。因为我挺疑惑这个拐的，为什么是往这儿走的？是吧？因为不是应该往这儿走的吧？因为他拐完还是要往这儿走。对，那就为什么不直接往这儿走？对，就感觉有点打架。我是挺疑惑，因为他实际上拐完这点肯定是全力嘛，点完之后走着，其实本来点应该也能点到嘛。对，比如或者我也不着急，比如说我就进来，就感觉这拐一下有没有点兄弟打架的这种感觉？这行棋的方向上来说。有点别扭啊！我的第一感啊，这拐一下有点别扭，因为拐一个不确定这手棋能对上方产生多大的好处。主要那边人家已经有子了嘛。对，一旦白棋再抢到一个拆边，比如说拆三拆二走了这个，那这步拐这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就算黑棋抢到这个拆边，你只要不围太大事，人家上面震一震，这步棋有什么用吗？没什么太大的用。但是这步棋的坏处是很明显的呀，因为现在这地方要战斗啊。那这两个子交换，白棋这手棋离战场更近，它的好处是啥？我是挺，我有点疑惑这个交换。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想。白棋这步拆一，单拆一个也很扎实啊。是，很扎实。一般那个就是力量大的棋手啊，他都喜欢把自己下的特别厚重，这样出拳才能更有力。啊，我以为力量大的棋手他一般是希望先把你眼给灭了。这也差不多意思。逼着你往外跑，我觉得他的用意可能是保证你下面活不了，我的力量就能得以体现。是。就你看着他的时候，他你觉得他的棋子好像都是就连得特别结实的那种。人家特别扎实下面。我感觉。就觉得黑棋的行棋方向有点腻。他怎么上面走两个，然后这再跑出来是吧？是跑出来，但是那为什么要这两个交换？这他直接点，他会担心他有别的变化。那我就先拆嘛，你要往这拆你就拆呗。你要不拆，我将来点应该没什么脾气吧。这个其实也不强求吧，这个东西。非得点他一下干嘛？也不强求啊。主要这个拐跟这个跳，这两手棋的方向。我觉得有点腻，我觉得像这样白的调子好。第一个，白棋调子好，很落空那个黑棋。主要是这三个子现在看起来还挺单薄的，挺单薄。然后，人家这块棋毕竟还是比你厚很多。这不能把它完全的看成对跑。对，是这块是白棋。你不能说你是跟他对攻的，白棋明显是更有点不讲理了，要不然就。跳，白的也跳。黑棋刮角。果然要需要显示力量。现在因为白棋还是厚嘛，所以还是有道理的。他是觉得这个黑棋的结构是比较薄的，因为你看这几个字。这些子别的不说，这两个次绝先吧。对，是的。然后摆完之后，大家就能很明显感觉到黑棋这个棋的联络是不通畅的，说这两块棋连不上，这两块棋连不上，一旦中间分段，很有可能被形成缠绕攻击。我们摆个简单的，如果你跳我跳的话，你这连不上就麻烦了。这我也不用干什么，就飞一飞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白的就在这中间走，就分段黑棋，黑的就很被动。是的。所以黑棋实战它有点求稳，但是从局部来说还是，我是觉得还是亏一些吧。它实战黑的实战的定型啊。那如果这么细想的话，他这个是不是太回来点？要不他就直接把三三点了得了。这点三三好像有点不太对，有点腻，看起来不太对吧？有点腻。那回来合适吗？回来点主要是下不出手，有点怪的感觉。不好意思，不是我觉得他这个飞的会不会好点？飞这个，飞这个的话。
但是他要怎么下呢？这个局部是怎么下的？我不太会。这个局部我觉得倒是不怕，那倒是不怕。我是觉得白棋有可能从这边来。嗯，我觉得他想点办法，可能会有点招。他实在是挺简明的一种下法，但这种下法我们好像通常视为一种妥协啊。他实际上靠断，靠断的话呢，看上去局部好像挺那个什么，把白棋吃了，但是白棋主要配合很好。我觉得下到这儿，我就觉得这棋对周鸿祎很有利，黑的被动。而且周鸿祎本来就擅长下这样的棋。进入到了自己的调子了。对，是的，黑棋拐打。那这个棋，这个白棋下的非常的简明啊，白的虎王也打吃的先手。然后主要白棋这东西，他是先跳这个吧。再跳一个，他要拐震一个，这下得很舒服啊，很顺畅，就觉得拐震黑的应该不敢脱先，这得走吧，这不能不走吧，不走太危险了。对啊，这块棋就真不怕死吧？不是不怕死啊，就很想不走，因为这个太大了，人家配合太好了。就是为什么说感觉黑的有点委屈，就很明显，你其实可以把这看成一种转换，就等于黑的围这个，白的围这个，白的比黑棋胖两圈，那怎么能够呢？贴起来，然后白棋跳，这白棋下得很舒服，特别舒畅哦。你看这棋形就觉得，这块棋就围得这么四四方方就围上了，太愉快了，下得太愉快了，而且这个黑棋刚才，丁老师说的这二路点还存在呢。对，如果说这上面白的拆到了，对，黑的目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这个如果全程控黑的肯定是不够的，这个黑棋是要想办法的，是不成形。但是黑的想办法，黑的有个问题，黑的虽然这飞了一个，这个棋也没有完全安定。对啊，他将来要活棋的话，可能要靠这种尖顶啊，这种病啊，这种先手来做活。其实我们回头来看，就这两手棋，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两手棋对这边的眼型是有伤害的，这两手棋的交换跟白棋这两个交换。如果没有这手的话，那局面就完全不同了，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了。对，就感觉黑棋的整个调子有点腻，而白棋下的非常的流畅。黑棋飞了一个。贴。并了一下，并这个，这是全力，然后再长，白棋一步一步灭眼先，他这个下的很积极，对，我觉得挺好的。他不光是灭眼，他还有这个照顾自己的问题。因为黑棋为什么长呢？黑棋其实也是瞄着白棋弱点，这中间是不是有冲突？对，你不走，我这有断点。黑棋也是瞄着白棋断点。白棋这步飞，它也是补断的一种方式。没错，如果黑棋还是这种的话，我不知道粘哪个。就比如说，就这个断点不是很怕了，因为白棋这地方有个小尖，好像。几个？我就直接煎就行吧，煎这个，反正能过了，挡住我就过了啊，这就过了。你要不挡住我有个挤，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他其实也是在补这个断，所以这个思路就很高级。对，他不是这样直接中间怎么顶一个补的，他对带着灭你的眼啊，这个飞。对，就这个是其实非常值得咱们棋友去学习的一种思路，补棋的方式不是一定要那么单调的。有很多高级的补法，对，高效，想点办法，更高效，对，想点办法，思路可以更加的开阔。白这步飞就很好，连攻带守，是，这黑棋就难受了，因为你不肯这样吧？你这样的话，我就去抢这个。这好像黑棋要乐败的感觉。黑棋这手棋本来是想先手交换嘛，是因为白棋薄，想交换到一下之后去抢这个，这如果说被黑棋换成黑棋的话，大家看对白棋的压力就显而易见。本身就这太大了，这个是大场，而且它基本上是先手大场。白棋还得做活。但是你就看这个地方，你敢不敢？你敢吗？所以黑棋实战的下法也是可以理解。他选择他也没有敢直接脱先，但他又觉得不能这么简单的补，黑的还是要来试探一下白棋。
他想在这儿冲了班，冲了班完了，他是不是先试探一下？对，他要在这儿试探白棋。我冲完班，你到底是挡还是断还是走什么？他其实这也可以看成一种以攻为守。嗯，但这盘棋感觉朱红瑜下的真的不错，他完全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觉得很积极。嗯，你补补，我就直接来了，你这拐我都看不见，这都不在我眼里。这几手棋啊，双方都是在主动的去寻找这个主动权。我觉得他们可以说体现了很高的竞技水平，确实，两人下的挺好的都。对，但是因为从前面的进程来说，我们觉得白棋更加的主动，只是说白棋这几手棋又下的非常好，牢牢的还是掌握着主动权。黑棋试图去扭转这个问题，但是白棋还是没有给黑棋太大的机会啊。嗯。黑棋靠，白棋长，我就觉得被长这两个断点要怎么防啊？长只有粘，也没粘上吗？也粘哪个？粘这个是吧？那还能粘哪个？粘别的？这个被我冲过来能行吗？这个？那这个就华山一条路了，没办法啊，又只剩下这战斗这一条路了。对，只能粘。看起来好像比刚才那盘棋更加激烈嘛。已经还不到一百手，这双方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了。因为双方其实之前都在各种试探嘛，都互相的契合脱先，嗯，感觉总得擦出火花。你老不理我，不理我还是有问题的呀。然后挡这个黑的啊，挡这个黑的也是。着实是凶险啊，我觉得太凶险了。这不是一般的凶险，这样能行吗？嗯，把它先刺一下。对啊，还人家先刺一下，他一点破绽都没有，你这去哪儿找路啊？路在哪里？粘完这有个虎断啊，那我就往前跳一个呗，敢问路在何方。啊，就是这样的。嗯，粘完有个虎断，这棋下的很刺激啊！粘你往前跳，它是粘在这儿的，是得粘在这儿啊、嗯。那不然怎么？你说的跳在这儿？哦，那我就粘这个啊，是啊，这有个虎断吗？嗯，是有个虎断。那这个虎断，它就是虎断的，这也没什么好商量了，已经没路了，要不然这块棋怎么交代啊？他没有别的路了，这是只有利用断点来做文章。这是一个什么杀对杀的？不清楚啊。这是什么？这里边是怎么下的？啊，里边白里边不能让黑棋再加一手吧？加一手的话，肯定是没得谈了。杀白的怎么收啊？这棋杀不过黑的吧？我单飞是什么哦，是被你小尖一个，然后发现挂了。太居然有这种想法、哦。确实是没敢想法。嗯，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想法吗？差点我感觉我好。我觉得我有点。我都没想过。我特别想往那儿下、哦、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像不太行。我是没敢想。完全不对。没有这个想法。这里面很复杂，这需要花时间长考，这就是说一时半会儿也是搞不出来，这是要怎么下的？单拖断吗？拖断是个打劫。不知道。最近看棋魂，总想寻找神之一手，都感觉这种棋形。神之一手是吧？这种棋形感觉很像有东西的样子。嗯。一时半会儿又不知道怎么走，他实在是走哪儿了这棋？不知道，我们接着往下看吧。他外面先滚包了一圈，先滚这个先把现实的利益收到了。这里面能杀赢，这也是一件挺神奇的事儿，我觉得。里边他是接上，然后我们看他里面是怎么下的，他断了一下。他肯定是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断是，他看到了些什么呢？这是个好问题啊，我也没看明白啊，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拖断。嗯，好像暂时只看到这招啊。这个刚才是看过这个，那这样的话好像，这个掰的应该可以吧？打劫呗。打劫你怎么跟我打？这
多少个结？那他不打结还能怎么办？打结你也打，他狗打也不行，狗打被打结，不还是打结吗？那你也是这么打结好啊？那好吧，那是这么打结。那就对了呀，那这黑的不行。嗯，打结黑的不行，那就只能拖断呗，看他怎么下的。他先把这个还都走掉了，是什么意思？我总觉得是不是哪里有什么东西我们没有看见？读秒了，读秒。这都是劫财啊，他不是下得很慢吗？周鸿宇，确实读秒了吗？这点毫无疑问，他是下得很慢啊。果然人家计算就是深远的，人家说这你杀不赢我，这个杀气算清了，这厉害吧？我只能说我表示敬佩啊。这个棋白棋气长是吧？那拐冲呗，我想也没什么好杀的了，只能这样吧。哦，然后我把这个团掉，就数数数数数准了。嗯，数数数好，打掉挤掉，然后一路搬粘一下。嗯，那如果是算准，那肯定是比打劫好。其实我刚才觉得打劫黑的也不行，我真觉得打劫黑的也不行。他这个变化，你别浪费劫财，我就打劫黑了。你走成这样，你别打了。那这样肯定更好啊。对对对，毫无疑问。嗯，对。他这个搬这儿有两期，然后这个搬粘，他这里有个不入，团打完了，对，白这有两口攻气，对，这种一路搬这种气长的，在有眼的情况下气很长，有道理，有道理，那确实，主要计算扎实，对，主要我们这个时间比较仓促，刚才杀气也不敢说吧，谁气长，他这么下肯定是有把握的，他肯定是看清了，那花时间算，对。这个有点意外，这就这样就把人杀了呀？那这黑棋还怎么看呢？然后外面还滚包道一下，天哪！外面确实刚才要走，如果不走黑的虎是先手，因为黑的这也有打的，就是双先。嗯。哦，他还要这样，我以为他要把这三个子也全部留下。他这样是为了那个打吃的时候他团回去，要不然他有个单挤吧。对，刚才他这边有点薄，可能他现在应该不能粘，粘上被挤一个应该不行。这个没有啊，他这个没有，不是为粘。其实我是说他为什么要搬呢？我就算直接补，他是怕这地方有靠吧，有个单靠是吧？靠的拉回去有断，对，有点。他现在这样的话有个单挤，对，他不能粘嘛，不能粘团，而且这样顺便还紧了黑棋一棋。这个计算真的是很扎实啊。这啥呀？这个黑的已经开始什么？这是什么搅局了？这里边也承认黑的不行了，就是说我肯定是没杀赢你嘛，这杀不赢啊，这怎么办？杀不赢还能怎么办？杀不赢，杀不赢跟这块杀。啊，梦想还是要有，万一实现了，确实真的是，那周鸿宇这确实是力量巨大吧，看出来了，很就下得很果断，就黑灯往这一靠丝毫不手软，看到机会对算得很清楚，这个出击的还是非常的果断，这一看也是被逼急了，就真的是没招了，被逼急了。这我怎么感觉就是试试看。我这块黑棋气也很长，如果说能让白棋这块棋没活的话，它还是有希望。收气吃白的不见得行。对，有希望的。黑的收气吃这地方多收点木出来，然后争个先手再下来。也未见得。也未见得，反正黑棋现在就是，我觉得也就是试试看的态度吧。挡住。黑棋粘上，这里边看来这个气应该白棋长不少。这黑的又紧了自己一口气，更没得杀了，也没想过要杀，基本上属于有眼杀瞎了。因为黑的杀不过，最大的问题是白棋有只眼，有只眼之后呢，这地方的所有攻气都属于白棋。那就肯定杀不过，确实杀不过，差挺多的，好像还差了不止一气是吧？不止，应该不止。应该是不止一气啊，那攻气很多啊。
然后他跳下去，像什么跳跃？这串收的还挺愉快的，你别说。对呀、啊，白棋这块是没活呀、啊。那白棋如果活不了，这棋真的有一杀。黑的这气挺长的，是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口气有吧？但感觉白棋总能找到一条路吧？因为感觉白棋还是有路数的。嗯，要不然的话，跟外边太神奇了。跟外边杀能行的话，哎，刚才他靠这个，嗯，我看白棋能不能搬在这边呢？这样能行吗？不知道能不能行，是不是有点凶险了？还要打我？我打你是粘上是吧？对啊。嗯。这不活得很好吗？那我就搬这个呢。搬这个我就打这边了。打哪边？打这个。打这边有恰打呢。恰打还能？嗯。完蛋了好像。然后发现顿时就挂掉了、嗯、是吧，好像要挂了、嗯、那我就尝一个，那的方向好吗？它真的有实战好吗？然后再尝一个也不见得好，嗯，也搞不清，也是这种下法好不好，待会刺完了、嗯、把这个虎断了好像也挺好，再战、嗯、也挺好，战过嗯，然后感觉应该也行吧，把这棋下法应该蛮多的，行是应该的，我觉得。嗯，讲道理应该是白棋行，这个也简明嘛，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给你扳两下，关系不大。我主要是觉得被他扳两下不太愉快，就吓得。对，做成这样。然后白棋想办法活嘛，最好是别收起吃。对啊。嗯，不太愉快，确实像人这样一眼也看不出来活棋，但是有个问题啊，这虎端又是什么东西啊？虎端肯定是黑棋也没活、啊、毫无疑问。那我感觉跟黑棋这块杀是不是更好一点？这个棋有点长，这块好像没那么长。对，不知道、啊、他是怎么下？这下法太多了，不是？这白棋形势应该一片大好，觉得。嗯，他是先拖了这个二路拖。也是腾挪的一种方式，嗯嗯，是硬手，也很麻黑棋，嗯，黑的这棋挺麻的。他如果搬了，他就断一下。搬哪个主要是搬外面？嗯，很麻。搬哪个我也不知道。那搬外面就是断了打一下，嗯、那这脚里不对了，主要是这虎丸还有冲断啊，大头鬼什么的。是的。我这个子对脚上是先手，就直接冲断就吃不消。哦，那我只能搬外面。大头鬼爬子，那还用谈什么？那你搬外面，我顶你也不能反击，你还得回去，那他就便宜了呀。那我是没辙呀，那我咋整啊？是没辙。嗯，黑的是没办法。没有办法呀，这确实这个地方的白棋的借用太多了，嗯，而且他还有各种的路。我总觉得黑棋太难了。下得好啊，下得好。黑棋这也是反击啊，这也是他肯定得挑最狠的下了，这个时候就，嗯，反正已经是被逼上梁山了，没有辙了，嗯，然后白棋虎，黑棋冲，白的要在这做两只眼是吧？把棋先顶住，能有两只眼吗？啊。黑的也只有最狠的下法就是搬，哦，这最狠了。它不能长吗？贴是贴不到，对吧？嗯。贴得到吗？能贴到吧？得到吗？不，贴得到。嗯。那他如果翻吃起来是什么？断，那还能有别的吗？你是不是顶断好一点啊？哦，那样也不行，那样这样的话粘上。我顶断吧，就顶断吧，没毛病，顶断多口气。你只能粘吗？粘上就加一个。这白的不行。我也觉得白棋，这白棋完了吧？嗯，这样不行。那为什么不贴呢？贴会亏在哪？
不明白。那贴白的总得硬吧？它不能不硬了吧？不能打，可不就只能、啊、接上吧？那就飞行不行啊？啊，还能飞啊？这个器型行不行啊？哦，好精妙，感觉。那不见得行，我还是顶端。粘上我顶就不行吧？顶我挡呢？哦，无你连扳，正好把你吃死了。哎，那我这不飞是个要点啊？我们刚才看，如果还是顶端，应该也只有顶端，嗯，对吧？我还可以吃回去。顶完了，那这样七那已经好好多了，哦、对，黑白棋飞到一下总好的吧？那顶端刚才看白棋就粘上，黑的不行啊，这个一没变化了。是啊，一本道你顶我，你胡我扳打恰打、嗯，这个大家不知道能看明白没有？这棋有一个恰打。啊，正好是被吃一个劫不归、有个劫不归、正好。啊，那贴的话，白棋有一招飞啊，飞黑的没辙了，那黑的没辙了，顶断跟直接断是一样的，一样的，嗯，没什么区别。那就单长呗，你这走不着，你就单长呗，那还能怎么办？长一个，他是不是气太长了，还是什么意思？长我管是不是已经火了？一搬粘我怕你挡不住啊。哦，这是挡不住的是吧？嗯，挡得住吗？挡不住吧。好像是挡不住。嗯，挡不住。嗯，挡不住不行，这显然。嗯，所以他是连扳这个，他是这也是很紧凑，这步棋比推要紧凑。白棋拐了一个，然后黑棋断打。反正就是不给白棋活。那肯定不能让你活了，活了就没法看了，这就排死了全。这个，冲他呀！对呀、啊，打吧，这不能打吃吧？接上，然后虎吃这个，虎吃是什么？我这儿把它断了、嗯。啊，还要继续杀？嗯，鸡蛋。黑的接上，看他做什么小尖，得长气长气啊，要不然白棋气太长了。那这脚里感觉不太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口气白棋了。这脚上是怎么回事啊？这脚里感觉东西很多，这个棋肯定有东西，有手筋。然后白棋靠了这个，白棋长。贴住，这黑的是可以跑吗？这他顶了一个，应该是有路，有路可以跑。然后白棋挤，挤，挤就是说他这个提先手是吧？嗯，他就是你补一个，我提掉先手，然后哎，那就是脚里有棋啦、啊。他要断他，熬走你直接断我，直接断吗？不是，我现在提一个，你要端我、啊？是不对呀、啊，不对呀、啊，那我就把这个提了吧，那还能怎么办啊？那也，对你不能端我呀。提还是接的问题，都一样嘛，反正你走一个先手，一个意思啊。也就是说，这个棋现在就是，他脚里有东西，他看清了，他的目的是先手把这块棋把四个子吃掉，嗯，然后再去脚上活，脚上应该也就是拖断完拖一个。这棋不知道大家，我怎么觉得看着这么复杂呢？但就是说，他拖一个，他长了两气，他长一气，不对，长，不止一气。他就觉得他气够了是吗？他活还是没活呀？啊，没活。但是他这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口气了，这气还是够长的。他这如果扑了打掉的话，再把这个扳掉。你现在扳这个吧，是吧？我接上。你打这个、啊，你这个反正都算气吗？一二三四嘛，对啊，六七，哪来的没有啊？九口，这你这都是我的气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一，哦，我打你不要了，我这要干嘛呀？为什么要我要杀你这块不就行了吗？哦、嗯，
不用沾上，那九口气应该杀赢了吧？我觉得他。哦。他拐冲，然后挤这个。这俩不要了，我确实没有想过。丁老师今天对于女棋手的计算能力刮目相看。不，主要我现在是觉得要我气也，我觉得也很大呀。我这搬完侯氏先生，我也是九口气。哦、我说啊，不要最简明，九口气也能杀了你了。这算你扑了答？那你不会跟我扛劫吧？其实有点辛苦，扛这个劫。那九口气还是白棋手，那总杀赢了吧？九口气，我想怎么都杀赢了。就算我不扑这一下，我把这个挤掉，我总觉得我可以杀赢你了。那白棋还有不活的这个杀气也行，杀气有一收啊。先拐冲一下，然后再挤这个。收不了是吧？三四五六七八，九口气够了，九口气先收。应该够，应该够。够了。啊。而且这棋也没得收，这白棋是故意下成这样的吗？前面好像我觉得可以下的简明一点吧，他怎么搞得这么紧张啊？心惊肉跳的这下的。还行吧，其实也没特别紧张的那种，也还好。嗯，所以是这样的，他是实战，他是九口气，这没有虎。挤的时候是提了一个，先提一下不亏，多个子嘛。对，然后黑棋拐冲，拐冲他就没空应了吧，把这个抓了，抓了黑棋得粘哦，他先挤打掉了。哎，机很机敏的，九口气没了，两口气，我就感觉哪儿不对，灭了两口气，我就总感觉这个地方怎么还能是四口气？先打掉很机敏啊，要不然人家这差两口气，你待会打就打不着了，人家不硬了。你在粘之前打是对的，对对对对。然后他挡了一下，女棋手棋还是这，是看穿对方的意图，要战斗。然后他是单挤了一下，挤两下不会亏嘛？嗯，收个气，接上。嗯，他这里面是几口气啊？如果算他扑了打掉的话，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口气嘛才。嗯，七口气，是吧？没错吧？嗯，啊，他是不是他这可以挖吗？现在白的也已经七口气了，就是说白的现在直接来杀气什么就行，嗯、就能快。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口气了。嗯，那就已经够了吗？但他应该不会来直接杀了。看他是怎么下的，他是单拖了一个。啊，他先断打一下，断打一下先手。嗯，那这局不还是很简明？这两块被搬了一冲，这都会一二三四五六的。就扒了一冲就没气了。是，嗯，这气太短了，这还要计算要精准才行。啊，周鸿祎这计算真的很准啊。对呀、啊，他就是算的很非常的精准，这是他的长处啊。黑的也得长，也得冲，因为你搬外面的话，把它粘完之后，先手就再一路搬一下，气也是很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口气了。如果你粘的话，被他一路搬，那也是八口气。至少八口。嗯，那冲，那这就冲吧，然后白棋冲一个，啊、哦，这不成打劫了吗？这是要打劫啊！对啊，接上，度过。嗯，这现在不能，黑棋不能打，被打两下就。对，如果打这个的话，这有个滚包。嗯，滚包完之后一路扳一手。把黑棋给吃了，对，这个特别简单明了，所以这个棋只能吃回去，白的长，嗯，扑进去打劫是吧？哦、这个棋，这个劫主要好像有一种战斗刚刚开始的感觉，嗯、下到这儿，白棋一枚劫，嗯，打吃可能三个劫，两枚，哎，这是不是有的打能打吗？黑的是找什么劫啊？啊，这黑棋走什么了？我看看啊，等一下，走哪儿了？
冲。哦，冲一个是吧？粘上。嗯。然后提起。打吃的时候不要了。提掉了。这样还能收吗？是。我觉得不够了吧？这转化还能行啊？是，实在是不能要了，就没结了呗，真的是没结了。就粘上之后，这地方连走两个都不行是吧？走两个都没用。走两个是怎么个走法？那两个？我没太明白。如果说我试试看，粘上。嗯。他提一个。你提一个，我一路扳一手。一路扳手，假如说我脱先了啊，随便走一个吧，反正啊。啊，继续打劫。哎，接着打，不着急，接着打不行，打不动，接着打，要打不打？你这还有劫，对啊，你这全是冲一个都是劫，嗯，你就只能尝一个，这走两个都没用，走两个都没用，嗯，不是你尝一个挡住是什么呀？啊，我走这个，然后我尝一个，嗯，尝一个。挡住，这黑的总死了，不有眼杀瞎吗？差一口气，正好差一气。嗯。哎。才差一气。正好差一气、嗯。他主要是最后一口气，他可以不紧进来，要不然的话可能还不行。我有眼吗？嗯。你跟你这没关系。嗯。啊，确实没结了，那这也不是结，那真的一点都没了，这地方找不出结，有点尴尬。嗯。之前搬一下立功了，人家早就已经算好了。啊、一百手棋之前，这是。哦，不是，我是说跟这儿的对杀是人家早就算好了。那这也太可怕了。要是没这俩交换的话，这有一个搬的，这搬一个至少多两枚劫材。嗯。这就有可能不一样了。这搬了一下之后，让黑棋局部变得一个劫都没有了。嗯，那可能那边就不一样了，就不会这么下，不会这么下那个样子。所以没办法，但提了，转换了，转，这叫转换吗？我觉得，这个转换这两个字说的都很勉强，因为黑棋吃的太少了，白棋吃的太多了，他就断这个。这给你点嘛，这算了，啊、这还要战斗吗？啊，算了算了，不要了吧，算了吧，别战斗，这战不动了，实在是。我没必要，嗯、这个很简明，打两下之后跳回去是吧？嗯，够了。非常的简明、嗯、都给你都给你好嗯打了一个打粘上嗯粘上然后黑棋是设的什么扳鸡蛋嗯收官子嗯这棋还能这个还能收得回去吗？说说看嘛，就可能收着试试是吧？收赢可能是累点但收收可以看看没事，收试试，差多少？打八。嗯，五。嗯，挡住。白棋已经所有的地方都忍住了，他都没有什么反击都没有。嗯这个是真的是最最最简明的下法了、啊、白的什么都不要了、嗯、接上全部忍住嗯，只要保证自己是活的就行、嗯、要求已经低的不能再低了搬山这地方被黑棋收的也够惨的了对啊已经刮的只剩下七目了你想想确实但好但毕竟黑棋花了手棋嘛对哎，这花手棋，白棋刚才走哪了？白棋刚才就打拔了一下，哦、一对，虎一个，虎了一下，然后白棋、嗯，黑棋已经收到了极致了，感觉。嗯。还有什么地方有官子的吗？都没什么官子了吗？看着，搬了一下之后，然后他走了什么？看。他把这个粘了，啊、哦，搬掉，这已经没什么了。然后尝一个，弯一个，嗯。
我来冲一下，住，贴住。也没有关子了，冲这是要收完吗？这是，完就没。这啥意思啊？这还有个冲吃，白的往这贴一个是什么意思啊？啊，也挺大。一二，这是。然后有啥用啊？这不是你总得爬掉吗？还是什么？难道不是收这个拐的是吗？对呀、啊，这拐。这拐是几目啊？管你团不团、啊。团不团是个问题，这是个问题，值得探讨一下。为什么不是这两个子大呢？不重要。应该是这两个大吧？差不了太多。这个是逆收两目，这还有这个，这个逆收两目，那个是。这可能他觉得比逆收两目多吧？可能是不是跟爬有关系？嗯，有这个可能。但我觉得他官子好像亏了。好像也没关系，他又粘回来了。那应该是亏了吧？嗯，拐打。接上，都是黑棋的，都是你的，都让你下。哦，他这逆收三目，这是先手打完靠。哦，打完靠有棋，是这样，逆收三目。嗯，那还挺大。逆收三目，这就收完了，这棋收到了最后是吧？但是那边、那边如果这算一目的话，这两目，这四五目吗？我那逆收三目还是大，这五目这四目差不了多少嘛、逆收三目总是要大的。嗯，就算这是五目，我这不还有个四目吗？哦，那这样他挖粘，然后这什么？最后挤一个，嗯，收完了，没了，没有了吧？现在没，已经没目了。嗯，这是可以数棋了。对啊，最后还数子了，但是差已经差很多了，是差多少、最后结果是白胜三又四分之一子啊，那就盘面差不多了。盘面平共这不是一个天目吗？对啊，正好是一个天目三又四分之三子一个天目，嗯啊，所以最后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直白的周鸿祎是以三又四分之一子的优势战胜了玉智莹，其实这个我觉得吃掉就已经结束了，但后面黑棋一直的顽强，顽强，顽强。毕竟这个世界大赛决赛、很顽强。对，那周鸿祎扛住了，反正是。嗯，那局面应该说也不算是特别复杂，对于他计算力来说，还是没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嗯，这盘接下来确实挺好。对，对，周鸿祎来说好像是盘完胜啊。是的。我是对于智莹的几手棋的疑惑，是一上来这个行棋的方向，还有这个地方的定型，嗯，感觉走完之后明显被动，在白棋逼到这个时候的，我觉得局面是明显了，嗯，明显白棋是优势啊，白的主动，嗯，我这盘棋是看到了周鸿祎强大的计算力，这确实因为黑棋往这儿靠的时候，你确实得小心提防。这后面基本上白棋是没有出什么纰漏，就没有看到黑棋有什么明显的机会。虽然说好像看起来挺复杂，但是没什么机会，黑棋是不行。主要是前面的计算的问题，在黑棋这个这步飞下的确实好，当黑棋长的时候这步飞下的好，这个连攻带守的这手棋下的好，然后黑棋走的时候反击也很果断，主动跟黑棋杀气，这个计算也很准。没错。但当时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黑棋这个飞，我想他要不要不要长，直接走那个，那他这个长不到总是很不甘心，他想长到一下、就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因为确实当时形势不好，想拼一下，长不到，没办法。嗯，白棋化解的好。那这棋呢，今天就下成了1-1啊，明天将进行决胜局第三局，将决定这个吴清源杯，花落谁家。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